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講解 double stroke。 什麼叫 double stroke 呢？就是用你右手和左手每隻打兩下，就是右右左左右右左左，或者反轉左左右右左左右右。我現在用棍試一下打給大家看。這個就是 double stroke。 大家練 double stroke 初頭練呢，有些要留意，就是你揸棍的時候呢擺的高度啦。開頭我用 full stroke 打下去先啦，初初練的時候呢留意打的時候呢，就是第一下和第二下的力度呢盡量要一致的，就不要做了即是這樣了，那開頭練就沒那麼練了，記住兩下要這樣一致的。 OK， 好啦，咁除咗力度要一致之外咧，咁同識練 single stroke 一樣啦。除咗最高點之外咧，又係控制你唔同嘅高度咧，控制你嘅大細聲啦。咁啊，加由低點打擊啦。好啦，咁我而家示範俾你睇咧，都係唔係好快嘅速度啦。咁記住你哋練習嘅時候咧，要再慢啲練啦。嗱，逐下。逐下做咯喎，甚至乎再慢啲啦。咁熟習咗之後咧，咁一樣啦，我要跟翻拍子機啦，要留意翻每一拍同每一拍之間嘅距離，即係個準確度要好，個精準度要好高啦。咁呢樣嘢要一定要留意嘅。咁今集係講住咁多先，下次再同大家講啦喎，拜拜。